各位不纯阅读2020的好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人际关系跟团队合作，没有错的，人绝对不能够是一个孤独活在这个世界而没有朋友。所以只要有朋友，我们就需要跟别人谈合作；只要有朋友，我们可能就有人际关系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啦，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展现自己的独特，可是也能够接受别人跟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呢？所以这次我们就在选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就是科技浪潮下青年人的未来会是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带领青年人去思考教育带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基础能力，那你未来带着这个基础能力，带着这样子的一种能够跟社会对话的能力，然后成为一个人际关系特别好或者可以跟别人团队合作的人呢，这或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讲的不只是人跟人之间的合作，也是我们怎么样去共同创造一个蓝海策略的一个价值，也就是我们唯有跟别人合作，我们才能走得远，唯有在这个组织大家能够共好，我们才能够在组织的一个语义里面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我想是在这个选文里面我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选文叫做彭博士的机密任务。我们怎么透过这个灾难跟这个悲剧，透过一个补偿效应或者是一个团队去好好进行反思，我们不要再让遗憾发生第二次，我们不要再让我们亲爱的人还有人罹难的消息在传出，我想是这个选文里面让我们感觉特别的重要跟感动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这么棘手的一个火灾罹难的灾难的事件传出之后，我们怎么透过一个很重要的计划来让这个组织所有的人都能够去学到如何避免二次陷入这样子的危机，能够让未来救火的任务更有透过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收集，不再落入这样子的下一次有人有这样的一种悲剧的产生。我想这是我们选这篇选文最重要，就是怎么透过一个组织的系统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来面对，即便是一个残酷悲痛的讯息，我们都可以走出来，然后看到更好的未来。那第三个选文呢，我们给大家是网络的话不可信啊，这个我常常被骗哎，大家都说什么奈贴图啊，就是免费给大家下载，只有今天哦，结果下载下来之后才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玩笑，其实完全没有这件事。可是呢，我们如果不查又传给了好朋友，那就非常糟糕啦。所以它里面谈了很多，其实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我们有可能匿名，我们有可能撒谎，我们可能传递很多很多的假讯息。那面对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正确的媒体试读呢？我们怎么去做资讯的一个分析呢？怎么去理解这是真的这是假的呢？这就是科技时代真的很大的一个麻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这一个科技潮流的时代，我们都可以说双城记所讲的话，这是一个最光明的时代，但是也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但科技可以给我们证据，证据会说话，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还是让证据去说话，而不是让我们自己的这个喜好啊、好恶啊去牵动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判断。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这一个人际关系跟团队合作里面的三篇白话选文，希望大家会喜欢哦。各位喜欢不纯阅读的好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分享的是素养八，人际关系与团队合作。这是一个英雄带出团队胜出的一个时代，但是每一个时代它都是会有英雄的，因此对一个英雄角色来讲，怎样子才是一个好的领导能力呢？他在一个团队里面的思维该是如何呢？我们特别揪心的选的是《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篇章，孔明面对到他的队友马谡，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件，这时候孔明到底该不该杀马谡？到底是一个愚公或是一个愚师，该要有怎样子的一个选择？那马谡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让我们来一起思考人际关系和团队合作中每个人所该扮演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对于素养、人际关系、团队合作的选择。